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呢现在就进行到16章的最后，让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谢谢你，看见你一路的看顾、保守、带领，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你对我们一切的恩典、看顾和保守，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思想当年的门徒们，他们要面临多大的难处，但是你不断不断的安慰他们，你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要来兼顾他们。我们相信这些话语接着圣经保存下来，也将成为我们在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艰难，成为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求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么就是16章的最后一段，我们从这个分享来说呢，是50讲，经文呢是16章的25到16章的结束，也就是33。取的题目呢是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来读这段呢，不是很长的经文。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了，乛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那么当然前面用过很多的比喻啊，牧羊人的比喻啊，对吧，葡萄树的比喻啊，甚至于刚才还在用一个产妇的比喻等等。那么现在呢，他说他呢不用比喻了，要明明的来告诉门徒。26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那又加深了，对吧，本来是我们求父，我们求主，现在怎么说，我们求的时候你们只要奉我的名祈求，他要替我们来求父。我这个当然就跟圣灵作为求者是很相似的意思，对吧。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很明白他知道门徒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他们生命里面会有各种的问题，比如说刚才为了一个等不多时，哇，搞了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一遇到具体的问题，那就问题更多更大了，对吧。所以他就再三再三的应允门徒，你们要记得我在的时候呢，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我，对吧，有什么难处我就来帮你们解决了，等到我不在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千万记住祷告，对不对。而且就像我还在你们的身边，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来祈求。那么时候你们没看见我，但是你要知道我会为你们求父。那这点呢，我相信也是很宝贵的一个应许，以至于呢来增加门徒将来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要靠着祷告来面对这些艰难。27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啊，这里呢，把什么放在一起了？一个父自己爱你们，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呢已经爱我，又信我。那首先还是父爱我们，然后我们有两个回应，一个是什么？爱主耶稣，要信主耶稣。现在把这两个事情突出出来，那我觉得遇到艰难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来信，信不是相信自己信心有多大，而是信主，对吧？然后爱主，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父爱我们，主也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用爱去回应神，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到主耶稣身上去，这个就是怎么样更加的去关心主，去把所有的盼望对准主，然后我们就相信主他所做的，他所说过的一切，这样把我们面对客观的艰难转移到爱主、信主，单单把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可能对我们这个面对的那种啊痛苦也好，啊，前面讲的什么担忧啊、忧愁啊，这些都可能给我们带来心里面的安慰和帮助。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把信、信主、爱主这个呢突出出来。那么当然，他这里呢，啊，也给我们说了，对不对？说什么呢？哎，要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对吧？然后呢，二十八节又强调这件事情，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样来信我，对吧？明白吧？就是说四件事情，我是从父出来的，然后呢到了世界，现在呢又离开世界，到哪去啊？还是往父那里去。是整个呢我们都要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然后呢不是单单看耶稣上十字架那一个点，而是把耶稣基督从来到世界到离开回到父那里去，整个一生他们整个经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这三年半一直到看见主的复活，看见主的升天，这样对主的信心才能怎么样慢慢的坚固起来。如果单单看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单单看他埋葬在坟墓里，然后呢砰砰砰砰砰跑过去一看坟墓空了，你看那个信心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真的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所以一定是要信主，信主的整个来龙去脉，而且要把信主和信神放在一起，知道他是从神而来，是神派他来，到了地上离开地上还是回父那儿去，地上所有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父的旨意
在里面，这样呢可能才能帮助我们的信心呢不至于怎么样哎垮掉。所以呢我相信主耶稣这点教导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是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这不很好吗？哦，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对吧？这个问题是不是问过马大的？对不对？马大是这样，11章，对吧？我们也再读一下，复习一下。11章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对不对？然后马大信啊，哇，非常坚定啊，谁知道一到坟墓的面前，啪，就怎么样，哎，真正的又忘掉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又把自己的看见、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以为占据了自己的心，以至于来拦阻耶稣。好在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的话又重新提起了马大的信心，对吧？所以我们经过这些，大概我们也能够知道，门徒也好，我们绝对不会比马大强，也不会比门徒强，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加要谦卑自己。当耶稣问31节问门徒的时候，现在你们信吗？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边上，我们也听见耶稣在问我们，现在你们信吗？起码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敢说，起码要认定一点，我们自己也是软弱的，但是当主问我你信吗，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是信我们自己有多大的信心，而是要相信耶稣的话。在耶稣的话里面，在耶稣跟父的关系里面，在耶稣一生的在地上所说所行的当中，来认识他是谁，以至于坚固对他的信心。这是再三的要我们对准信的对象。然后32节，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看见没有？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不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现在问了，你们真的信吗？还好门徒都不敢吭气，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要吭气，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了，时候将到，现在已经了，你们要怎么样？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你看看，成了一盘散沙了。所以我们
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对吧？所以真的是要按照耶稣教导的重新来学习爱我、信我，这才是办法，这才是能够帮到你们的，对吧？你们要相信，然后呢，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祈求，要靠着神，靠着我，我也为你们祷告，也为你们祈求，让神来保守你们。这些大概才是真正的办法。同时呢，又向他们表明，你们看着好像留下我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就让那些门徒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如果真的能够坚定的相信父，那么因着耶稣他始终与父同在，他们也就能够坚定的相信主耶稣。33节，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哇，这句话又给门徒带来极大的安慰。那这句话我们也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想。怎么说？我这项事情都告诉你们了，对吧？那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呢，你们有苦难。所以等前面不断的在启示啊，16章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吗？对不对？不是要你们跌倒啊，对不对？但是你们要经历什么？把你们赶出会堂，还要怎么样？要杀你们，却以为是侍奉神等等，对吧？主不在了，主被钉死了，被埋葬了。而敌人呢，更加怎么样凶恶，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恨我的也要恨你们。所以门徒将要面对的真是很大的苦难。那么圣经在文法上呢，也是非常清楚的来讲，有平安是持续的有平安，有苦难也是持续啊，明白吧？所以耶稣是一点没有隐瞒事实，没有把将来要发生的苦难隐瞒起来不告诉他们，而是事先就告诉他们，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对吧？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这边是持续的有平安，同时持续的有苦难，对不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是在我里面，一个是在世上，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对吧？平安是持续的，苦难也是持续的，看上去怎么样？势力相当啊，对我们来说，这怎么办呢？啊，最好是只有平安没有苦难，那才好啊，对吧？现在叫什么？叫我们真的是很难呐、啊。这边持续有平安，那边持续有苦难。现在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办法不是把世上的苦难给我们除去，神的办法是指出两种本质的区别，对吧？在我的里面就持续的是有平安，在世上的话呢就持续的有苦难，你们挑选哪个？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面对世上的苦难，我们真的很难说明白苦难的原因，找出避免苦难的方法，知道这苦难会持续多久，知道苦难会带来什么结果，可能都是问号。神没给我们答案，我们不知道这些苦难真正的原因，对吧？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是要在他的里面持续的有平安，要我们的心真的在基督里，让我们的心真的在基督里后得着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然后才能靠着基督里的平安去面对世上的苦难。神没有把这个苦难拿走，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这苦难，怎么去胜过这个苦难，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的功课，就是一定要让我们不在这个里面找出路，而马上在基督里先得着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先让我们的心里面被主的平安来充满，然后我们才能靠着主的平安，靠着主的得胜去面对世上的不平安，过世上的不平安。神给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才在经历这些苦难当中我们经历神，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在苦难的磨练当中，我们不但生命成长，而且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好。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哈，因为前后总归是要这样连着想，你说葡萄树，你说枝子，对吧？葡萄树连在枝子上是不是都是很好啊？然后等着葡萄树让我们怎么样去负载那些枝子，然后神的爱进到那些葡萄里面去，让我们不但负载神的果子，多多的负载父的果子，而且是甜蜜的充满了神的爱的成熟的葡萄，多甜啊！皮薄水分多，哎呀，美呀！但我们想过没有，葡萄树和葡萄会不会一起经历狂风暴雨的，对吧？怎么办？紧紧地连在葡萄树上，在它的里面才有普安，才有真正的平安。一面对世界狂风暴雨黑暗，夏天的炎热，冬天的严寒，都要经历的，对不对？但是葡萄树和枝子，他们的生命就在这些狂风暴雨当中，怎么样？靠着神，他们站住了，所以才能叫我们负载的果子长存呢。
所以这些大概都帮助我们啊，把前面的经文和这些不断的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门徒会面对多少多少的艰难，对吧？不断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不要以为靠我们自己可以胜过苦难，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多了不起，都靠不住。世上的苦难是真实的，而且一样是持续的有苦难。所以真正的出路是回到基督里，在基督里持续的有平安。我们只有得着了基督的平安，我们心里面让他赐给我们的平安充满，我们再来面对世上的苦难，然后就用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去胜过世上的不平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神的爱、神的大能、神的带领、神的眷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年在离开十字架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你也惦记着门徒怎么样来度过这一段非常的时间，你爱他们，你关心他们，你知道将来的苦难有多大，你也知道他们的光景，生命还有很多的不成熟，但是你向他们一个又一个的应许，一个又一个的教导，叫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真正的抬起头来仰望你，真正的信你、爱你、跟随你到底。我们相信只有在你里面的那个平安才是永远的平安，是可以叫我们心里面被你充满的真正的平安。有了这心里面真正的持续你赐的平安，我们才能去面对世上的苦难，用你的平安去胜过世上的不平安，我们才能自己的信心和生命经历了磨难以后真正的被更新，真正的成长。我们只能仰望你，求你在我们这些小信的人的身上也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话语和你自己的真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